咁多位聖誕快樂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不如我哋再傾下偈啦。咁啊，我哋就中間嘅 Christine 開始先啦。首先參與咗其中一個小小嘅部分啦，同埋睇完個 show 自己覺得點樣啦？我細個大家好中意睇光速片嘅，所以有份參與咧，其實都好開心咯。OK， 好啦，咁啊，身邊啊 ，Sammy， 你頭先都參與咗少少部分，亦都睇曬成個 show。你身邊最重要嘅人都可以一齊過，一扎禮物咧送俾你身邊最愛嘅人。好啦，咁啊，再重複一次啦，頭先精彩嘅表演，今日五點半嘅時間咧會再上演另一場，咁至於喺聽日同埋23至27號期間嚟到羊城都同樣可以睇到嘅。喺度請各位再次掌聲，多謝我台上面咁多位嘅嘉賓，多謝曬 Sammy， 多謝 Christine， 多謝沈志明，多謝 Avis， 我是 Andy 嘅 Michael。